画本都太烂，原以为是以女子为主的故事，结果还是只能靠男子才能解决问题。但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子的，女子不会随随便便摔跤，她们靠自己的双脚就能站得很稳。所以以后不要再写这种画本了，我们靠自己也能获得幸福，你们能做的我们一样能做得很好。疯婆子呀，啊，喝成这样，还当着这么多人说这种离经叛道的话，你丢不丢人？有你这样的女人吗？我们该如何不该如何，难道说你说了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守妇道规矩，你简直丢人现眼！你才丢人现眼！你自以为是，恶语伤人，不懂分寸。难道我要在乎你这样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吗？要你管呀！你到底是哪家的女子？要你管！你既不占理，也说不过我们，就要找我家里人告状。如果你实在不懂尊重人，就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对，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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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